10月23日，主持人吴昕曝光了一组最新写真，并配文早我好帅。照片中吴昕风格百变，造型大不同，一头干练帅气短发，冷峻不失美感，全新造型更有一种潇洒利落感，时而黑色礼帽搭配白色长裙，帅气与浪漫完美结合，清新又文艺，时而黑色鸡皮车衣搭配流苏衬衫，营造出不同的层次美感，轻柔飘逸的婚纱又让人感觉心气十足，网友直呼这样的吴昕简直要打国际扣。这世界很酷。